嗨 Siri， 播放恋曲沙啦啦啦啦。喂，你今年30了，我看你的资料觉得蛮合适的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喂，喂，听得？你长这么好看，真的算是你没谈过恋爱？照片不是 P 的？我比较直接，我家有车有房，你家彩礼能给多少？试一下吗？我和我家长大龄未婚，自己家玩得挺花吧。到了你这个年纪，没什么好挑的了。不过你得去做个体检，看看到底还能不能生。收到他的结婚请柬之后，说要开始新生活的，大家的目的不都是想找另一半吗？而且感觉不是接触过才有的吗？我知道呀，但是这样跟在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人结婚有什么区别？这不是我想要的。自从你居家办公，请问你有社交吗？我们不一样啊。什么 AI 悠悠无法识别对话？没什么。所以你要多尝试啊，说不定下一个就是正缘。嗨，现在几点了？12:05。你那边下雨吗？没有。你是不是喝多了呀？是喝了点儿，但是我没醉。
你呀，最好是。我真的没醉啊。那你还能走直线吗？不信，我现在给你走一个。你没事吧？小问题，看吧，我能走。是是是，你没醉。好温柔。这么调皮啊，不会是美短吧？聪明，刚满一岁。问你的，你的是什么？我的是长毛银点，比你的稍大点。好特别的品种，那你会喜欢比自己小的吗？不知道，看感觉吧。我也看感觉。有咩讲落？喂。哦。喂。唔该，系咁话啦吓。喂。Thank you.
想拥有花样年华的爱情，寻找养猫伴侣。想拥有花样年华的爱情，寻找养猫伴侣。嗨，最近泡芙有没有乖一点？你的猫啊，你的猫不是叫泡芙吗？你不会在做梦吧？是我。如果有多张船飞，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？Siempre que te pregunto que cuándo, cómo y dónde, tú siempre me respondes, quizás, quizás, quizás. 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do y tú contestando, quizás, quizás, quizás.